停开关启动，输送台上升下降，然后输送带启动，第一道圆盘启动，第二道直轨启动，第三道直轨启动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变频器控制调速。然后这是圆盘摆动，左右摆动，这都是导轨控制的，全部都是用导轨。像上面这一个是一带传动，整机正态电视，九圈的变频器三个。然后这里是调速电机，左右摆动的速度调速电机，左右摆动速度调节。这是减速机，减速控制输送带的，输送带减速电机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启动的时候调节，机器不启动不要调节。整体台面上升和下降，滚的直径全部为320直径。这个全部采用快速接头，快速更换，后期比较简单。现在给试一下机。